请你看电影。你没看我这忙着呢，能别捣乱。行，我等你啊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买了两张电影票，晚上给我看电影啊。不去。我教你，你去。田笨笨，我刚刚邀请小米粒跟我去看电影，你就来了，你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？你叫你的呗，这小米粒跟人看电影，他说了算。哎，跟我去。哎，行了。你俩能不能别在这捣乱？去去去，上那边，上那边站会儿。告诉你啊，站那儿别说别动，坚持五分钟。等我写完了带你们去啊。行行，我等你。小米粒，只要他不说话，我就不说话。王小强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跟我比啥呀？那我在这不动，你还不动了？不动就不动，谁怕谁呀？啊！从现在开始啊，谁也别说话，谁也别动。敢不敢赌啊？谁要是输了就离开小米粒，敢不敢？王小倩，我跟你有啥不敢比的？来吧，来吧，谁也别动，来吧，来吧，谁也别动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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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保持住啊。喂，秘密啊？啊，大门口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你等我啊，我这就过来了，来了。嗯。嗯，哎呀，街坊都在了啊，来看看我儿子，笨笨看见没有？啊？哎呀，笨笨在这儿呢，爹找你呢，啥意思？你指爹干啥？说话呀！啥意思？这孩子，就因为昨天我说这两句，你跟我玩无声抗拒啊？你说这孩子，你说这简直是没这。阮小倩，你怎么也指我呢？把手放下。这孩子，这俩啥造型啊？狙击手啊？不是笨笨啊？你可答应爹了啊，周末回去吃饭，我跟你妈等你好几个礼拜了，你就在这儿给我整这个啊？啊，行，不说话是吧？王小倩，你是不是上我那个公司投简历想当收发呀？那现在宣布你被录取了。但是你要不说话就说明你放弃了。行啊，这俩小子挺倔呀，谁也不说话是不是？这为啥呢？这是我问问吧。这样啊，我问，要问错了呢就歪歪嘴儿，要问对了眨眨眼，行不？这招行。你俩在这儿做游戏呢？哦，打赌呢？赌啥呀？这是啊，喂小米粒吧。明白了，我看看你俩能坚持多长时间，我给你俩掐着点儿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啊，董事长，那个前两天我给你弟弟简历，你看你怎么样，同意不同意呀？同不同意你问他俩呗，他俩同意我就同意啊。哎呀，这还有俩人呢。嗯，这啥怎么事儿，董事长，这他怎么一动不动呢？这也不知道哪个艺术家在咱小区整俩蜡像啊。你看啊，蜡像啊。嗯，哎呀妈，这蜡像做的真太真了。哎呀，你瞅瞅这汗毛做的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材质啊？不，呀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你看这王小倩这下巴这嘎捂着做的，哎呀，这抠都抠不下来。哎，这个滚！董事长，这不真人吗？你傻呀？那可不就是真的呗？那是。
那真的他俩这一动不动整一玩人体艺术。来来来，大宝大宝大宝，你先别研究艺术了啊，听叔叔跟你说啊，你只要把他俩给我整活了，我那公司明天你来上班。什么家伙，说话算话。行，这事交给我了。董事长啊，笨笨吧爱干净，对不？一会儿呢你帮我搭把手，咱俩咔给他插垃圾桶里头，一会儿的事。啥招啊，这是？那是我亲儿子，你给整垃圾桶里边，你咋想的？亲儿子进垃圾桶里了，我可以给你当干儿子。想别招吧，想别招吧。别的招有了。啥呀？看看这是啥。这印泥还随身带呢你。哎呀，干啥呀？这是写欠条啊。欠条欠条干啥呀？哎，完事儿。好，那个王小倩。看看这是啥。哎欠条，只要你手往上一摁，你就欠我500块钱了。马倩儿注意了啊，越来越近了。哎妈呀，哎整王小倩儿，你连钱都不在乎了，你这是咋的了你。